今次会同大家食一间喺韩国都几受欢迎嘅地道美食，就系、是、辣炒铁板鸡，而且铁板上边仲会有满满嘅芝士。中意食芝士嘅朋友仔，真系唔好错过啊！而今次我哋食呢间嘅系明洞嘅柳氏家铁板鸡，唔敢讲呢间系最好食，但系眼见喺明洞就已经有三间分店啦。有时行过见到店内入边好多人用餐，无他嘅，除咗深受本地年青人欢迎之外，亦会有好多游客前来光顾，而且价钱相当之平啊！而且口味种类有好多种，有辣同唔辣，绝对可以照顾埋唔食得辣嘅朋友仔啊！铁板大小分为两人、三人、四人份量，而我哋就选择咗两人份量嘅半半铁板鸡。当然唔少得嘅就系佢嘅芝士啦。上到台，其实就已经被整个铁板的香味吸引住，再将鸡肉炒一炒，等到铁板中间的芝士充分融化，再用芝士包住鸡肉一起吃，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啊！虽然说是铁板炒辣鸡，但其实辣到不算太辣，而每一嚿鸡肉都好嫩滑和好入味，芝士亦带少少嘅咸味，两者放埋一齐，然后再放落口食，真系冇得输啊！餐厅除了铁板炒鸡之外，还会有其他餐点，冷桥麦面、海鲜饼和蒸蛋等等可以选择。听店员说，冷桥麦面通常都是饭后先会吃，事关可以解腻以及帮助消化。不过当晚我们就选择了这个炒饭了，香喷喷的炒饭上台了。炒饭吸收晒鸡肉、酱汁、芝士的精华，而且炒完的饭带有少少的饭焦，食落口感一流啊！味道真心冇得顶，绝对是可以话完美的 ending 啊！
总结，虽然餐厅主打铁板炒鸡，但是味道选择都分好多种，方便照顾埋唔食得辣嘅朋友。芝士包住炒过嘅鸡肉一起食，味道真系冇嘢可以再挑剔啦。而且价钱唔算贵，两个人埋单都系31,000 won，折合港纸约180。呢个价钱绝对系性价比超高啊！虽然明洞仲有好多其他知名嘅美食，不过如果你同我都一样喜欢铁板炒鸡料理，未食过又想试下食嘅话，不妨你试试柳氏家铁板鸡，相信唔会令你失望。如果下次再有机会嚟韩国嘅话，一定会翻嚟帮衬啊！